钱是戈登给你的贺礼，他说不对版，要退货。三妈，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假美金啊！我是美国派来的 CIA。CIA 又怎么样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菲律宾是有头有脸的？这位小姐，欢迎你来参加小女的婚礼。如果有什么事，明天我拜访美国领事，然后再说。嗯。
准是死于心脏病，怎么没人告诉你吗？哼。